原标题：郑爽偷逃税调查一月无果，上海税务局样回应搜狐娱乐讯，五月二十七日，据媒体报道，深交所当向北京文化发布了二零二零年的年报问询函，要求北京化公司自查是否与演职人员的关联方签订了资协议，并说明增资行为进展情况。同时，深交所。 求北京文化说明《倩女幽魂》片酬成本是否合理？问题还要求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有通过多种是支付演员片酬的行为。该声明引发热议不少，有讨论起《倩女幽魂》主演郑爽的税务问题到今为止，郑爽税务问题还没有结果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央视新闻，文报道。 对于郑爽涉嫌偷逃税问题，上海税务局一稽查局已经受理，正在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和。对此，有热心网友找到了上海市税务局官网，并在线咨询了人工客服，具体回应如下：问郑爽偷税问题调查出结果了吗？上海税务局回复：目前有消息，以官方通报为准。 随后继续询问，是不是魏郑爽税务问题很复杂，所以迟迟没有公布条结果。上海税务局回应，目前没有消息，请以国家物务总局的官方通报为准。上海税务局最后回应，国想要了解相关影视行业或演员的涉税问题，发送传真给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新闻办进行解责任编辑。